第一人称骑摩托车。感觉就蛮难的。因为你刚刚犯罪嘛。那就是有人犯罪啊。来吧，熊。送我。对。我邀请啊。我相信，希望明天不要这么忙，因为这两天我快要被客人给，客人那个一直来就快要疯掉。每次洗完一台，马上就接着来一台，是怎样？不会一次来吗？这么爱洗车。他一次来，你也要一台一台洗啊。如果一次来的话，不要那个，就是突然我们本来可以休息，结果就突然跑出来一台，都不会想过。心情的问题就对了。不然就是平均，就是平均半小时，这样不行。就是不要一次那个快到好的时候才进来啊，不然那个可以就看，感觉这种挑战我们的耐心就对了。洗车是跟加油站那样洗车，还是你们自己一个一个擦？我们当然是要动手洗啊，又不是靠机器。我一样开我的那个 Sonic。你没去买啊，我另外买了个面具跟冻装存在一起。这我不知道面具在哪。等一下打完我带你。在海边呢、啊。不知道海边在哪。在海滩呢、啊，就。怎么那台修旅车这么快啊？什么修旅车啊？骷髅马差不多快。是我错觉吗？我怎么上车比那个 T20 还要好开多？我觉得 T20 比较好看。没有，我刚开 T20 的时候，这个刹车快要刹不住了。怎么爆炸了？怎么爆炸？开打喽！不要拿炸弹走。你们都用走路的打哦，这么强。我也在找人啊。你眼睛白就不好啊。怎么强？喂。谁丢炸弹的？没有，我没有丢炸弹，我在骷髅马上面。啊，谁带把车射爆的？不然车怎么无故爆炸？那个被你们标那个射同一台车射那么久吗？那个车如果爆炸就是……那有可能是我们射的。那个连环爆哎、欸。啊二。哎，好不容易本来可以把敌人都清光了，现在又要重来了。没关系啦，不是很
然后如可以果开在，窟如窿果我来们，吗？如果明天在2点才睡觉的话，我这个痘痘永远是治不好的。这样很臭，那是我打的，对不起。因为我刚刚在收一台箱型车啊。诶，为什么那个年代又丢不过去啊？你下战场会比较好打一点的、啊。我怕我下来就死了。嘿、哎！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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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果然不该下来的。全部人先穿背心啊！等下先补个护甲。这边就有护，这边就有护甲。哎、欸，我拿自己的，算了。你不要跟着我的吧、啊，是我在后面掩护你们。都可以啊。然后一排到就好。全部八到。叫我不要往那边走。好、哦，算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往这边走，我每次都往这边走。因为其实远路哎、欸，哇，敌人这边难开多。敌人能开加速哦，超恐怖的。到了，你从那边过来，然后右转，绕进来，进去。这里啊，我撞倒了，撞倒了。狐狸。